好，非常谢谢 Balulus。那他们其实是台东非常努力、非常用心的一个团体。那他们都是比较在传唱，或者是有一些创新的原住民的歌曲。那其实今天呢，我们的形式呢，主要都是以台东在地的歌手或者是团体。那希望让大家有在2015呢最后一天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、非常在地的一个回忆，还有一些力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非常具有嗓音、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位女性，她叫做巴奈，我们掌声欢迎她。